哎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这就很有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？他来帮忙你，哎，不见得帮忙你多少。他站到你的对立面反对你，我跟你讲，扣分多的是人。有人说你们三个人的合，说你们三个合作其实是谈成池。而且他是会认为说，你怎么会觉得王金平是个咖？这个是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功用。我后来发现哦，就是说尽量去尊重每一个人啊。你卖一开始就敢讲啊，什么人啊，那不是咖什么牛逼的，对你也不付出的，然后怎么样？后来发现是这样的啊，哎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这就很有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？他来帮忙你，哎，不见得帮忙你多少。他站到你的对立面反对你，我跟你讲，扣分多的是的。所以后来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世界上你知道，有时候不帮你。就是最大的帮忙，因为他没有去帮对方，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的，不要随便去讲什么贪整吃的哦，人家不是咖，讲那个没有价位。你们三个人私底下已经碰过面了吗？这个有需要告诉你们吗？那三个人会谈谈妥了吗？哎呦，这种事情那有什么叫谈妥不谈妥的？还是那四个字，你知道，我觉得蛮好用的，顺其自然，就说哎行，就是会行。下回啊，我那如果这个社会喜欢需要你们，那就会成功。啊，如果说你做出来的产品，那社会不需要，那个干部嘛不好，所以顺其自然这个是还蛮管用的。